大家好，我是 Carrie 蔡嘉玲。今天我跟我妹妹们准备了一些特别的新年歌给你们。我们一家人都很喜欢 Pitch Perfect 这个电影，就是歌喉战或者是完美音调，所以希望你们会喜欢。还有，我们要祝你们一个 Happy Aka Chinese New Year。每条大街小巷，每个人的嘴里，见面的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。冬天已到尽头，真是好的消息，温暖的春风就要吹醒大地。恭喜恭喜恭喜你啊，恭喜恭喜恭喜你，恭喜恭喜恭喜你啊，恭喜恭喜恭喜你。新年快乐。